姊妹啊，你看啊，他有学业的问题，他有职业的问题。女孩的职业问题比男孩也难，不像男孩那么容易。男孩那么容易，哪打工都可以，就怎么都可以活的。女孩不容易，有学业的问题、职业的问题、婚姻的问题，你解决了。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？才结婚呢、啊？那你就是掉到一个金龟婿啊，是不是有这么句话？啊，那你这么好个弟兄，怎么给他哪去了？啊，九月啊？啊，九月底。九月底啊？现在两个多月了。你看你日子不会算，十月底一个月，十一月底一个月，十二月底一个月，现在还有六七天呢。管他啥吧，你什么时候去考虑？哎呀，我的学业学了就来了。哎呀，我的职业学了就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婚姻学了就来了。男人也是一样哦。那个小弟兄才20岁啊，是你啊？我忘记了，昨天有个小弟兄站在上面，是你吧？才20岁嘛，他已经东张西望找20岁的女孩了，有没有？懂没有？哎，头抬起来，你低头干什么？有没有？没有，那就感谢主了啊！我跟你讲，人是人，人有人的本性，到了20岁了。到了20多岁了，这个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他是人的本性。女孩也觉得我应该成家了，男孩也觉得我应该有对象了，都是非常健康的。但是啊，不要叫它变成血肉。像读书，读书是很健康的，但是不要叫它变成血肉。一个是学业，一个是职业，一个是婚姻，都会不知不觉啊。叫你啊，漏掉你属灵的丰富。